姐，你干嘛？还叫我姐呢？都过年回家了，为啥不告诉我呀？但你回来，你也没告诉我俩呀。啥呀？就现在你俩一伙呗。刚才谢谢啊，找我小姨。我小姨说的对，我们都得往前看。走一个来，哎呀，好，我先说，对不起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们两个是为我好。我觉得你那天说的也没错啊。今天这个事儿吧，我确实也有点责任。那你要那么说，我责任最大呗，我还是他表姐呢。我觉得晶晶要今天在这儿，肯定也不希望我们说这些，所以以后谁说这样的话，谁就……干啥呀？愣在那儿，一个个的。来啊！